男人天性喜欢征服，喜欢刺激，喜欢玩具，而车就是男人最理想的大玩具。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真男人的座驾，上汽大通 Maxus D90 Pro 亚马逊版。众所周知，很多人对于硬派越野车的理解都是从外观开始的，而这辆车采用了丛林绿色的 ATX 防爆中甲漆，搭配亚马逊版专有的熏黑中网，显得野性十足。精致犀利的 LED 前大灯，下方是金属保险杠以及越野神器 T-MAX 电动前脚盘，拖拽力高达12000磅。哪怕环境恶劣，依旧从容脱困，整个前脸稳重又前卫，可以说是帅气妈妈给帅气开门，帅气到家了。来到车身侧面，轮毂采用定制化设计，搭配倍耐力蝎子 AT 胎，尺寸为275/65/27，能够大幅度提升越野能力，陪你跨过山河大海。发动机盖上还有越野砂石挡，进一步体现 D90 Pro 亚马逊的越野风格。 A 柱上的涉水喉则为 D90 Pro 亚马逊版带来了800毫米的涉水深度，它的车身尺寸达到了5050/1950/1920毫米，轴距2950毫米，最小离地间隙210毫米，接近角28度，离去角25度。另外还配备了 Cayman 专业8段可调氮气减震器，基本上大多数的越野场地都能够随便开。荷叶式的外挂备胎架以及全尺寸备胎非常吸睛，下方还拥有亮色的拖车钩以及拖挂钩。2.5吨的合法拖拽资质让它能够拖挂大通 X50 这样的拖挂房车，进一步拓展它的使用场景。同时，它还支持加装车顶硬尾行李架，整个车顶平台承重达200公斤。作为一款硬派越野车，不仅外观需要霸气侧漏，心脏也得足够强大。D90 Pro 亚马逊版采用了上汽派 2.0T 双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，可释放500牛米的最大扭矩，匹配采埃孚的 8AT 变速箱，充沛动力源源不断，再恶劣的复杂环境都能够轻松应对。然而 D90 Pro 亚马逊版的内饰却与其他硬派越野车不太一样，堪比40-50万的豪华品牌。谁说硬派越野不能豪华又舒适呢？车内采用大量皮质和软性材质包裹，座椅甚至还有 Alcantara， 大大增加摩擦力。同时座椅的包裹性也不错，在越野的时候能够给到驾驶员很好的支撑。目前呢， D90 Pro 亚马逊版提供5-6-7座可供选择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挑选。由于车身长度超5米，所以2-3排的空间表现其实都很不错。这款 D90 Pro 全系可享受购置税减半权益，3成首付，3年免息，现车全款可减免100%购置税。而 D90 Pro 亚马逊版3成首付是18期零息，36期低息。所以硬派越野不再是土豪的专属，梦想早已照例现实。相较于坦克300， D90 Pro 亚马逊版原厂就拥有涉水喉、前脚盘、氮气减震等专业越野装备，不仅避免了后续加装的法规问题，也更加省心放心。原厂就武装到牙齿的 D90 Pro 亚马逊版，谁能不爱？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，我们下期再见。